为什么？对啊，怎么啦？我是说聊天时有人分啊，滚啊，别害大家啊，什么之类，不要讲这种话啦！你们不是在那个劝分版，就不要讲这种话。直接分手。哼，不可以这样子说啊，害人啊！他来了，想干嘛啊？操你妈的逼样！总之呢，我觉得不用生气，因为人心情不好就是不会想要讲话嘛。应该是你哄他啊，不是他哄你啊，对不对啊？是啊，就算没心情不好，早点睡不行哦。没啊，那我是说他们情侣之间可能有什么？哎，我的鸽子是飞去哪啦？好不好？他们两个有习惯怎样怎样啦、啊？对啊，是我们不知道的啊。所以对啊，就是这样啦。你别把他们说的话放在心上。哎，为什么他突然刚在这边闪一下？哇，好痛啊！超痛的，干！超级鸡掰的！哎，救命啊！哎，我空炸了，谢谢大家。他是开谁啊？刚刚好像是开我。草丛还有一个，我不敢进去。啊，没有，奇怪、欸，没有了。可是我刚刚还有一个，可是我刚刚就是进草丛一瞬间看到波比闪了一下，然后他就不见了。然后可是后来他又突然出现。为什么没有？你刚进草丛，他可能在草丛最边边，有可能是视野问题吧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他刚刚就因为我刚刚不是还说，哎、欸，刚刚不是有人吗？然后结果后来他又闪出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、欸。喂。几百年又来，几百年又来。还是他是不是闪现到对面草丛去啊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蛮猛烈，嗯，有点醒来的感觉。波比，嗨！哇哟！哇塞，超皮！哎、欸，小心，小心！睡、欸。Cool。我连弯刀都没有用到，就死了。因为波比上一波没有闪现。你们厉害，真的 OK。哎呀，谢谢吃了我的香菇。那我也差不多该回家了，给他杀一杀。你们来帮我。你换我猜，我们有玩过啊！哎、欸，叫你们不要这样讲啊！结果两页全部都在叫人家分啊！你们这些人，我也看到了，我不看到。这就是击败人的威力呀、啊！好，反正你不要把聊天室那些人说的话放在心上。之前，哎、欸，之前给谁啊？给六胖。就有一个政府官员，然后反正他们有一个新的什么政策，然后就是网络直播，然后就那个部长就说，你们这些聊天室都是报名，还太闷，你确定？嗯，我要死啦！我太挽留了。为什么他可以突然？小心呀！我刚刚看奈德利从这边，然后直接这样爆。有吗？我看是正常的。网络，我宕机了。哎，干！是啊，我死。啊！干干干干！大失败啦！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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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人。啊！救命！救命！他不小心把徐若喷出去了。徐若瑄，靠！哎，干！居然没踩到，怎么可能？我不需要弹簧刀，对不对？我应该不需要那种东西。可以出。我，
因为我刚刚下意识买了一把黄双，现在很困扰。但我终于有一头了，好爽、啊！太爽了！太爽，爽毙！啊，好犹豫哦，我为什么要买这个啊？好浪费哦！算了算了算了，弹簧刀就弹簧刀啊！心情不好，难道都不会想跟别人说吗？不会想，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吧。嗯，心情不好。可是我觉得你可以自己起头啊，为什么一定要他主动跟你？刀开大了，我就知道，妈的！当然我是不知道你们的过程啦。反正呢，像我，像我心情不好就是很需要时间的人呢、欸。嗯，看看，可是最了解你男朋友的应该是你啦，我们没有什么办法提供意见了。没有人出日出，太棒！他们怎么都不出眼球哈？太棒！太棒了，这就是你的天下。先哎，谢谢你帮我把叉叉子都踩光了。嘿嘿，哇，好痛啊你！艾北，我刚刚讲什么？对啊，你刚说嗨北，嗨北，嗨北，还是你说嗨北高中？我真的没机会射他们，超难过。对啊，我很怕自己缺钱被打死。好痛，就直接吧。不过那个 Judy 啊，我跟你说啊，男生也是需要哄的、啊，不是只有女生要哄啊。我真的觉得哄男生比哄女生有效。对啊，我觉得男生要哄，你不能就是期待对方单方面，好痛，不至于，就是很单方面这样他。你像看你生气的时候，你也是希望他说、哦、你怎么了嘛，跟我说嘛之类的啊，对。干，这根本不用哄，但是如果男生都提出需求了，就没有啊，男方没有提出需求啊。不是说想睡觉吗？哦，是啦。对啊，就提出需求了。总之呢，看你们自己怎么处理喽。我们对这件事情就回应到这里了，我们又开始打会战了。起点，起点！哇，撞我！金牛啦啦！大妹，来，睡个，睡个没睡。哎、欸，我居然顾看聊天室，站在原地、啊。还有一个，哎、欸，他打我！你不小心 W 这样子吗？每次只要台爆炸，我就那个，怎么讲？神秘，快帮帮忙啊！我来啦，帮忙！你洗吧！哇塞，冰血！啊！对，我直接被他一拳锤死哎、欸，超痛！哦，碎碎碎碎，没推到，不要怕，我怕，赶紧然后是打死，谢谢，呀，没事，拍谁了？为什么我漏血了？有了伊泽瑞尔出眼珠了，为什么我掉血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你应该是有被刷到吧？不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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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知道，被刷到了吧？应该是有被刷到，伊泽瑞尔，到底是你，到底是你？伊泽瑞王，伊高瑞，我觉得我一定按不了弯刀，我的手速没有这么快。啊哈！出不起呀、啊！算了算了算了，直接出来了。哎、欸，波比出陨落哎、欸，难怪他打得你那么快。快吃血肉吧，猫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呦！你这我不要啊！什么东西？都被死！太突如其来了！哎，射你！哎，射不到！哎，进进进！哎，这样！我发出一口真空的 J 哦！哎，真空 J！ 真空周杰伦！啊！啊哈！对呀！
到底什么啦？他打我的香菇不准。超级惨！对不起 ，sorry。哇塞！我思考都快没完。哎干！哎 Z 六他打你两倍伤害 Z， 哇 Z， 太神了！哎，去踩一下啦！他看到了啦！不管，不好错。你去引诱他，射诱之术，抓到了！敢射哪里啊？是。秀吧！哎，这里掉我卡掉。完了，我一定没有射中。有！你中了！居然是你们的！太！哎呦呦，你有打中，你有打中五百万大雨伞。好呀！他马上就吃一个血包，我他妈！我操！鸡腿！他没大，哎，干！我还想去阿拉去踩箱子。阿拉丁，操！哟，万岁白发生。妈妈。我第一次看他打哈是用头去撞的意思。那，干嘛？啊，我觉得我觉得反正先出耳语吧，他们好好难打中打穿哦。没差，反正赢了嘛，赢了好了。我们赢了啦，出什么就爽啊！哇，你现在就是一个以病人的姿态肆无忌惮的呛人呢、欸。啊，四点了，关台了。来喽，可是我蛋糕、欸。等一下，六探可以借我宣传一下吗？怎样？音乐会。好啊。好啊。好，那个，请大家去 Facebook 搜寻史考特的《疯狂乐器史》，我打在聊天室。疯狂乐器室，然后里面上面第一篇呢，就是我12月30号要在国家乐厅楼下的演奏厅开独奏会，希望大家独奏啊，对啊，一个人打一整场，死，太辛苦啦 ，solo Q 啊，哎，好，大家去搜寻哈，好，然后，你可以直接在粉丝团私讯我的话，票是8折。哦，现在400块的已经快要没有，已经没有了。我前两天看，好、哦，400。哎，请问那个我听不到，请问本人直接跟我买，我买比较快，我的有8折。好哎、欸，那我直接联络你。好，耶、欸，好，你们可以联络我，我卖85折，我再转手给思考者。你们可以联络我，我卖14折，好贵哦、啊。好了，关台了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拜拜。